来一盘，来一盘，盘盘盘，好想要，好想要，盘盘盘，来一盘，来一盘，盘盘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奶奶？蹦迪啊，蹦迪啊！两位屁股很辣哎、欸。对啊，真的啊。蹦迪有用哦，蹦迪有用。哎呦哎呦！哎哎，赶快哦，赶快！你也集中了，你也集中。屁股看一下屁股，哇塞！现在时间早上十点，今天八点半就起来了，准备要先彩排第一天的女孩趴，我跟曲艺。啾啾，哎，我们今天都穿绿色哎！哎呦哎呦，天哪，我们这么有默契！哎，我今天超早起的。哎呦，小凡。啊、我没吃到，我没吃到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因为还没睡醒，所以戴眼镜？眼睛还没，还没没睡。来，我们来看今天谁的剧本会中。来，你的剧本是什么？我就是需要顺利力打完。好，那我现在来。哎、欸，听说今天石原的舞蹈是辣妹，穿得好硬哦！天哪！你今天是谁排的舞？我现在开始讲话，一讲话就破功。他今天叫辣三小，你叫辣三小哦，辣三小，不是三小辣吗？辣对，三小。所以你今天，你咬舌咬下唇吗？好不适合哦。哎呦，哎，这个新学妹是谁啊？哎，很漂亮哎。哎哎呦，谁啊？天哪，这是泰文吗 ？Oh my god！ 哎，你中分了。中分，比谁比谁？怎么踩一下下雨就大爆汗啊？对，被发现我讲错了。大爆汗呢、啊？服装？你们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没有啊？去哪里？我去玩游戏。我们去吃这个起司。哦。啊，去起司吗？去起司哦。哦。酒鬼，酒鬼。酒鬼，我要笑死！根本还没开赛就开始喝。我算了。前的补充热量时间，谢谢粉丝们的爱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开箱，快点，沉浸式开箱，来，请开。这是子萱自己花钱买的，谢谢大家。但其实我们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份。哦，这是大海报吗？我其实还没看过哎，哎，好漂亮哦，哦。你在这哦，你的内内很大哎、欸。大内啊，因为有用蹦迪啊。哇！我在这。大家来找他。我这里。谢谢。一张大海报，还有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没有看过了。哦、这是每个人的。对，我直接翻到你。哎、欸，我自己装。哎、欸，他还有那个哦。这个应该是给你签的吧？哦，射手座。每一个人都有一面、这个。哎、欸，这个这次的很有质感哎、欸。他可以签。哎、欸，很好看哎、欸。好看，好看。我刚刚跳跟曲艺撞到了。我来欢迎曲艺。曲艺，你是忘记你找他吗？没有，为什么？没有，我们刚好他还没有撞到过哎。对，然后第一次这样子撞到，然后你还说哎呦喂，哎呀。而且我前面那个人还没走到，没事、啊，我觉得每个应该对，应该是因为前面的忘记走，然后你太慢走，然后我走了，因为我刚好要那个看和我打勾勾那段要到那边，但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很棒，我们看不出来，对，我们还是笑得很开心，只是他说哎呦我也很好，很重要哎，所以他是这样，通常表演的时候发生有些危难的时候不会进水，对，他玩很重要，哎呦我呀 ，OK， 然后继续跳，超综艺的。要不要放外面？哇塞，雨神是谁啊？不会就是你吧？应该是石原吧，在这里啊！你看石原在这里，全部撕掉了。石原在这里啦，石原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女孩趴，你这样头发全毁。还是你先回去？这样回去吗？不是你吗？确定不是你吗？我是国外的啊，你是国内的、啊。我也是国外的啊。没有，你是国内的。我是国内的，国内在隔壁吧？国内在隔壁哦。哎、欸，你最完整哎、欸。我妈我是哎、欸，你看。没有，她超完整的，因为她是那个中分，对，我是中分。我们都已经去掉了，汗水加雨水，好认真哦。我真漂亮。你为什么都没湿啊？因为我是小孩子。
小孩子都不会使用。他一定没认真。他刚看我。哎，怎么会有男生进来我们休息室吃我们的大闸蟹啊？真的爱呀、啊！可以的，好，帝王蟹，帝王蟹，谢谢。而且他吃超大，而且我们全部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，然后一个人默默的在那边吃。9:10才排到现在呢，很辛苦吧？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现在都几点了？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已经扣大家，真的动一根手指吗？啊？就动手指，然后还要 hold 住现场啊！大小声啊，对不对？学姐听不到啊，对不对？我要帮你吹头发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帮我吹一下头发。”我说：“他长这样还需要吹？”我的表演是最棒的 ，We are the best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没有人可以吃得了这一根，只有你吃得了。你家？因为大家都。起来之后你扒得起来，妈妈克啊！他想要，他想要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们真的是可怜到只能在休息室唱歌哎、欸。怎么讲？我在啊，我在啊，我在。你先，我在一下啊。我在，所以你要来一炮，快点！哈哈哈！还卡住？可以可以，来一炮，来一炮，都会。他想要，你要教他。哎、欸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不，来来来，拜拜。送哦哇 ！Your song, your song。来哦，来哦，哈哈哈！来一炮，来一炮，哈哈哈！好想要，好想要，哈哈哈！来一炮，来一炮，哈哈！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真的，真的来一炮，帮他放音乐，那个来一炮，来一炮什么意思？来一炮就是。一起泡温泉，就是两个人一起洗澡啊！超级的，这里你看子婷啊、林香啊、孟姐超级的，你看我们真的就超快，老妹都签超快的啊！不知道是谁抽到我的人形立牌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小妹，我上去收我一个人这边拍照，我抽你。好、oh, ，我上去五张，我可以自己买。啊哈，哎、欸，你心目中有人选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对他们都没有上去。是哎。欸谁买到了？你们谁买的？林蛋的。哇，没有人买林蛋。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耶！超级幸运的抽到我们的 A 赏礼物，向后赏 A 赏礼物。我棒棒，我棒棒。好，等一下记得提醒大家，如果等一下呢，到最后抽奖结束之后呢？不要把女孩给忘记了，啊、那我们也要进行合影。是啊，然后人家把卡。OK， 女孩，我们一起上舞台。女生嘛，开心啦！好，我们谢谢，谢谢多惠的礼物，耶、yeah ！这是你代言的吗？哎、欸，学妹，我们刚刚表演的可以吗？超级好，真的假的？你不要骗人呢、啊。骗人、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你就已经换好衣服了。哎、欸，对啊。刚整理的时候，然后那个粉木糖，我讲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超级酷。好啦，爱你啦。什么奶奶？蹦迪啦，蹦迪啦。所以，好啦，拜拜。完美结束。耶！美中不足的女孩，她就是昨天演赛，然后今天表演，我觉得蛮浪漫的。就飘点小雨其实还行啦，对，飘到大雨。但我的另外一组没有表演到，只能等下次。对，15号喽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不知道，我第一次在球场唱歌，不知道什么感觉。你第一次唱歌吗？第一次唱啊，但我把它当 KTV 的唱。但是两个太阳是第一次表演，没错，第一次在台湾表演。嗯。
有点感动，我们终于唱到这首歌了。真的，感谢之前就是直播的时候帮我们冲到活动，然后才有这首歌。对，非常的完美。然后也谢谢大家的爱呀，感谢你们。那女孩趴就先到这里，我到时候再补上你们富二代的舞蹈。好。我们也有富一代，对对对，他们也是下一次，但是也被取消了，就下一次见。对啊，没关系。那这一次我要送的礼物是我们的新单曲，嗯，就是哦，你有什么？就是 Ready Go， 对对对，就我们女孩就Ready Go 有两组，一个是活力组，一个是魅力组。对，你们会收到魅力组，对，因为是我的，不是活力组，对，是我的，好不好？那在底下留言什么抽嘞？两亿推出新单曲，然后送 Ready Go 这样子，是你的两个太阳来一炮，然后就可以有机会抽到我们那个我自己花钱买的 Ready Go 的女孩新单曲，单曲上面会有你的签名吧？会有我的，只有我的，其他人你们自己去抽。好的，好的 ，OK。好，大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追踪起来，看十遍，拜拜。战服哎，第二套，你是跳两场很猛，而且刚刚那屁股。有看到我的屁股，而且宇轩说不可以，然后我就说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说可以可以，我说可以可以，宇轩两场哦，对啊，三会哦，我要逼死我自己哎，真的很强哎，今天三会，不累哦，好累哦，第一代，一代，干嘛？心有菜，哎。期待你的长腿表演。真的吗？你会待到最后吗？会啊。啊，你的那个嘞，你的队友嘞？队友还在忙啊。还在乔奶。在隔壁吗？他说他在乔奶。为什么？他把他挤很挤很爆吗？对，他在用蹦迪，说他挤很爆。他用蹦迪吗？你要吗？有吗？有啊，可以吗？你要吗？可是你现在已经有了、欸啊。还够吗？够吗？够，你已经你比他爆、啊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两位屁股很辣哎、欸。对啊，真的啊。蹦迪有用哦，蹦迪有用。哎呦哎呦。哎，赶快哦，赶快，你也集中了，你也集中。蹦迪。屁股看一下那个。哇塞！天哪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是富二代， yeah, 我们是最富有颜值，对，最富有有趣的灵魂，富有资历，就是老的意思吗？屁嘞！好，我们就是很棒。如果有什么尾牙或春酒或者校园啊，都可以找我们，好不好？联系，然后 IG 追踪起来。是的。